《金刚经》啊，我们说它是经中之经。佛经啊，所讲的也是讲智慧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在古时候啊，这所谓中原的音呢，跟我们现在的音有分别。好比我们现在说佛教，这是佛陀的简称，佛陀的教。佛陀古时候念什么？古音念什么？布达。布达跟印度的佛的发音完全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念古诗啊，有时候念着不押韵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字啊，读的音不同了。《金刚经》是佛教的，《道德经》是老子的。我们说中国在这个《汉书艺文志》上的说。他说中国三大文化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。那么儒家呢，我们拿孔子做代表。我们刚才谈了，孔子呢，他根本他说的不一样的啊。那么孔子所说的，他只是智人勇。所以在座假设还有岁数大的，从前做过这个所谓这个童子军的，都知道童子军行礼这么行，这三个智、仁、勇。智就是智慧，道家呢，道家根本就说老子啊，这个《道德经》的头一篇，许多人把它弄错了，以为老子谈的是道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呢？他主要谈的那个东西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他说以常为万物之母，你能够知常就明了，不知常你会乱做就凶了。所以老子的真正的一个东西，是我们现在知道的，管它叫的本体。在老子说的，它是常，不是道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这样给老子安了一个，他是道家了，然后后来还有道教了。实实在在，你把《道德经》好好的读一下的话呢，这头一章"常无欲与观其妙，常有欲与观其徼"，他为什么不说"道有道无"啊？他说这个本体里头包含着无，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空。那么，因为是它空的。真空才能生妙有，所以故常无欲与观其妙，生妙有；常有欲与观其徼。它里头呢，可以有欲，生出很多东西来，不知有多少。那么就看它，它永远在那儿变化不同，它永远在那儿变。那么你就看它有边涯没有？没有边涯。我们现在有的东西，在古时来看，我们简直变成神仙了。这个光亮，这个声音，顺风耳，千里眼，我们现在都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老子呢就提出来，于是呢，后人呢一直到朱熹，都还把这个常啊弄成啊不寻常的常，不是的，常就是古说，要不然他的那么到后头第十三章吧，唐明啊。能够知常，知道常就明了，明个日月之明。我刚才说中国写中国造字很了不起呀，知道常本体了，你就聪明，你知道一切东西，这就是天然的，这也是人性的，这也是宇宙的道理，离不开成住坏灭。但是某一件事情发生，离不开时间跟空间。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，他所谈的，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呢。据他们人说，世界上只有七个人明白他说的是什么，因为他说什么，他说的空间跟时间，只有空间跟时间配上才能发生这件事情。在今天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聚在一起。离不开空间，离不开时间，世间上头没有没有空间的时间，也没有没有
空时间的空间。当你提一个时间的话，总得有地方；当你提到一个空间的话，你总有时间。所以呢，知道这个的话，《金刚经》《道德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是告诉人家这个所谓佛经中的经啊，告诉人家留神喽，啊，你要怎么修啊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《金刚经》最要紧的八个字。那么《道德经》呢，就说你知常就明，你知道本体是什么，就明了。不知常，你不知道这个本体，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你就乱做呀，就会发生凶事。在佛家呢，把它提出来了，提出个般若。大家都知道《心经》了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古时候译佛经的时候，把这个梵文译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的那时候的梵音。大家好比说像《心经》。整个题目应该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有些人弄错了，还说我会念多心经，我说一个心已经够麻烦了，你多心就更麻烦了。这个原文来念 Maha Para Paramita， 这个就中国也弄成多，就是用智慧，大智慧，玛哈摩诃呀是大，帕罗，玛哈帕罗波罗。从前译佛经的不把波罗译成智慧，他是认为我们这一个波罗呀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。佛法说，你别看他多笨，他没念过书。这个人多聪明，这人多么有学问，但是真正谈到这一个佛家提出来般若的，不是日知而生慧，也不是耳思聪目思明的聪明，这 para 不翻。所以我们当年翻译佛经啊，有好多不翻的东西，这个几规定了几种东西不翻，所以像般若，像佛陀啊，像这个菩提，这都不翻，因为怕翻了，这个他们那儿有，而我们没有，而他的意思呢不同的。他们这好比说玛哈，这是摩诃呀，这个摩诃大不是是我们说大小的大，这包括大，包括深，包括广，包括没有再比它高的。我们用中国用什么字翻？所以就根本不翻。玛哈，那么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可以说呢，《道德经》跟《金刚经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。但是呢，把《金刚经》再缩紧，就变成了《心经》。其他的宗教啊，我们读 Bible 啊，这个圣经，读《可兰经》，就是那么一本。你们知道佛经要装多大？那个大立柜啊，装一柜，才能把三藏大经装上来，经、律、论。所以在座的呢，这个要知道，经呢是佛所说的称经，然后呢，佛告诉他弟子的叫律，啊。然后呢，后人呢，他们来做的说的佛法呢，只能称为论，只有一本论称经的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禅宗的六祖坛经，只有这一本经称经，其他都是论，啊，各种各样的论，这都是后来古来从释迦牟尼以后佛法流传了，学佛的人。对于佛法发表的意思都叫论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呢，这是古时候所说的。老子所谈的，我说老子啊，他谈的这个《道德经》啊，好像讲道讲德，因为他头一步道可道非常道，下步就上德不德是亦有德，所以到唐玄宗的时候，就把它定为《道德经》。把老子让他改姓，姓李，
李旦，不是的，老子就姓老啊。我们24孝里还有一个姓老的，老来子啊。老子就姓老，这个他不姓李啊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呢，佛法是外国的一个宗教，怎么到了中国变成从《后汉书》就把它认为是这个中国三大文化之一呢？把佛法就变成中国三，因为佛家它不只是说这一个世界没有区分，无论你是白种人、黄种人、黑种人，不只是人，人跟动物都是众生，不但是动物，连植物，只要成为物的，都应该尊重。所以，这个佛家讲究信佛的要吃素嘛，要受戒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有这律呀、啊。要吃素呢，就是说大家都是众生，而且佛家提出来轮回这个字啊 ，reincarnation。这一个 reincarnation 呢，现在西方也在考虑了，就说我们到时生从何处来，我们死向何处去，这个可以说渔夫渔妇都问这个问题，但是呢古圣先哲呀都答不出来的这个问题。我们没生以前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死了以后谁都会死啊，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，这个身体可以说父精母血给我们在胎里头养成的。那么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这尸体烂了，肉烂了，骨头流起来，再过多少年连骨头都会没有了。但是有一个使我们眼睛能看的，使我们耳朵能说的，使我们皮肤可以感觉到的，使我们心里能想的，这个东西在哪里？所以现在你假设眼睛坏了，他说给你弄个眼角膜，你又能看了。所以能看的不是眼睛啊，这眼睛只是个工具而已啊。这个能看、能听、能说、能想的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佛家管它叫性。所以佛家，尤其是中国的禅宗，我们要明心见性。你知道心的起用，然后呢从它的起用去你追究起来。现在诸位看着我，听着我说，心里想着我说的对不对，三根起用，心这身上还感觉冷啊热呀、啊、都感觉到了，你这全身都在起用，请问你这个主体在哪里？是在你眼睛，还是在你耳朵，还是在你心里，还是在皮肤上？所以禅宗就用这一个，佛家的禅宗啊，这是中国独有的。那么这一个禅宗呢，这个所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，这是禅宗的先达摩祖师来呢，这是中国的禅宗的初祖啊。这一些呢说起来，他们常常从梁启超先生起，一直到胡适之先生，都说聪明的中国人呢，编出一个最美丽的谎言，就是世尊拈花迦叶微笑，这么大的一个谎言。不过这谎言呢很美丽，为什么他们说谎言？说在大藏经里没有，但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呢，他有一本经书，有大佛大方顶问佛经，薄薄的一本，就说起来是人现世尊一朵花，然后呢世尊拿着花这么给大家伙看，没说法，他就这么代替说法。所以呢，那么人人都不懂，只有迦叶，这迦叶在佛那儿有好几个迦叶，摩诃迦叶呢是佛弟子中间的了不起的，他破颜微笑，笑得满脸开花的，那么叫破颜微笑。佛家就说我知道了，你懂我说的。所以呢这可以说禅宗呢这件故事呢，那么头一个传的就是大迦叶摩诃迦叶啊。
后来传到中国，中国把它大为发展。聪明的中国人呢，不是造的一个谎言，是聪明的中国人把佛法紧缩以后变成禅。这个禅呢，传到日本，传到日本呢，日本就变成，他还用中国的古音啊，赠禅呢，日本就还是写禅字，但是他念赠，赠是中国的古音，赠这个佛法，赠不地怎么，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叫铃木大佐 Suzuki， 他很反对日本发动战争，但是一个人反对没有用处，结果呢，还是日本发动那么大的战争。那么他就唯有告诉人家，提倡佛法禅，他的禅门三柱啊，当时非常流通。这样的话呢，欧洲人、美国人、美洲人都知道有个布地怎么，而这个布地怎么一个分支呢是赞布地怎么，所以他们都以为是日本的。后来我说不是，我说中国古时候把这个念赞，禅就念赞，就跟佛陀念布达一样的，我们的声音变了很多。现在尤其是通用于，所谓这个国语啊，我们现在说的、你们听的、你们说的都一样。但是在座的有好多，好比福建人、客家人、广东人，真正啊，福州人保存的汉古时候的语音最多。客家人也是保存了很多古音，广东人也是也有，所以中国从前福建呢这一个两个州中间呢都不能通言语。我们幸而好的呢，秦始皇非常糟糕，但是他有一样东西，统一语言，文字。我们文字统一了，所以呢你语言不成，咱们写嘛。我甚至于，这个到日本去言语不通啊，怎么办？写字啊，写出字来。哎，日本老人都懂了，他们会汉文。现在好比说前几天一个新闻，韩国人呢，他也是用中国的字啊，后来说这不成，所以他的汉城改了，这汉城等于说中国的了，那么他们改成首尔，这首尔实在是不大好听，但他用首尔。他现在呢，他也宣布了，说是啊，我们把汉字啊减的太少了，不够用了，还得有好多汉字得用回来，专门用这个拼音呢、用这个偏旁、用这个字母不够用的了。